鬼相成地球人，还不是为了找信号器吗？那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信号器。那你让我解释，把我的信号器还给我。早知道车祸那天我就不救你了。您这么喜欢我，会让我苦的困扰。他们想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不说了，现在还不想说。低不上，低不上。这儿海鲜过敏。好吧，这绝对没有。一定要用这种老头的东西帮忙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不方便直接出面试一下。他们说好话的。你看看芳芳，会不会差点把字给说了？不要对着我睡，你不对着我睡，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睡？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，哎哎，一句不差就是九字，我爱他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一个喝醉酒男人家过夜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？危险吗？哼，刚才这么做到底是为了方便还是为了你？如果你是为了我，你就是个傻缺。做我女朋友吧。我跟他是朋友，他怎么对我做出这种事儿呢？太淫荡了吧，这人！女人，你迟早都是我的。先放。现在小七的餐厅是淡季，你要放在几道小说两个企业家的思维，还是什么？你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是他女朋友，有病的人也是我。如果有这种症，就是只想治好。你选择我不就是为了让我治好你？从今天开始我不需要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他。他好像在殉情自杀。我使用我的目的跟你没关系。信号器怎么会在这儿呢？终于找到你了。跟他一起睡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我也跟我哥一起睡。哥，你故意的吗？您刚才不是跟另外一个男士来过吗？这个才是真的，这个是真的。以后如果他跟别的男人来这家店的话，请你打电话给我，本人必有重金赏赐。